哎，老爷，我给你发位置收到了吗？收到了就好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是你兄弟的大日子，过了今天晚上我就要脱单了，赶紧过来，不见不散，拜拜。哎，大家可以离我近一点吗？啊，我再次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朋友，来见证我脱单的时刻。我们最后再彩排一次，好不好？出事了吗？嘘，给我一分钟的时间。我知道，每一个女人心中都有一个未完成的少女梦。今天，我要给你一个 surprise， 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的完整。这边请。你要干嘛？你闹够了吧？我可以走了吧？孙医生，孙医生，孙医生！哎呀，稍等片刻，直接跳入下一个环节。你还要干嘛呀？金花，谢谢，送给你的。孙医生。我喜欢你，我非常非常喜欢你，我对你是一见倾心，二见钟情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。我知道，我很优秀，也很完美，给不了你想要的安全感，但是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会帮你。会和我一样优秀的人，小树，是我女朋友吧？哎，回来了。啊。哎，你这怎么了？怎么湿成这样子了？衣服怎么了？头发也都湿了。大暴雨。这大暴雨。这外边雨现在停了吧？停了吧？没有，就浇了我一个人。那你赶快回去洗洗，然后换个衣服。嗯。哎，对了，树人。啊。你跟陈一凡是朋友吧？啊，是朋友。好朋友。好，麻烦你把这个给他，请他以后离我远一点，谢谢。不行。
Thank you.